所以你咋没去拖地呢？滚！干啥呀？还干，又整了一个干啥干啥。媳妇，你知不知道他对咱俩代表着什么？代表你变态。不是，你得没得到过小红花？没有吧？我当然得了小红花，我原来老得小红花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样的孩子能得到小红花？听话的呀，懂事的呀。那你听话吗？那你懂事吗？肯定的呀。那你凭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小红花？啊，他是不是也是代表着我对你的一种认可和鼓励？那你还有什么不开心呢？你怎么不你都洗脸上了？我不是不开心，就是太多了。这样吧，等你攒到一定数量，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玩具。真的？想要多少就要多少，行吗？爸妈要买。行，还不开心吗？干啥哟？我拖地去。